说买了高铁票，但是不想拖那么多箱，就改成开车去了。装得很不好吧？原来都是一个整的地方，现在是那种散漫的。没办法，哎，退化了，退化了。要练回来哦。好。出发。She twines her spines up slowly towards the boiling sun。这个油门是不是右边这个？刹车是大的这个啊，行，完了那个，这个座儿往前调，这个是方向盘哈，啊，方向盘就这样，就跟玩赛车游戏是一样的呗，这样是左，这样是右，然后按 F 上车，按 F 下车，跳车吗？不是，嗯，就是高速上一看见大货车就摁 F， 哎，你的手机。干嘛？导航呢？哦，要我导航啊？先摁踩刹车，摁这个钮，哎，开了，然后把抬起来，哪个是手刹呀？这个 P， 那个导航到上海就行了。这车真好开哈，跟 GTA 一样。Poison Creoso. She twines her spines up slowly towards the boiling sun. And when I touched her skin, my fingers ran with blood.这里真是一栋楼，就等于广州的一条一德路啊。疯了，疯了，疯了！这个是一个商贸城的一区，一区有两栋楼，然后他们逛这些批发市场是可以开车上去逛的，太大了，我们算过一栋楼是14.5公里，它有两栋就是30公里，如果你把每一个摊位都逛一遍的话，你要走30公里，一天绝对走不完，就等于从我们家走到哪儿，走到南站。大老王已经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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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走吧。我们刚才只走了这一栋，然后那边还有好几栋，还有四栋，但是它一区有两栋，我怀疑其他的二区、三区、四区、五区各有两栋，太夸张了。到上海啦，castillo, la torre, yo soy la espada que
天地，然后我们感觉就特别像佛山的那个，但是不同的是，我在路上竟然被这儿街上的香水味呛着了，呛到咳，就是它是一直都有那种各种人混杂的香水味，吃着香水味的菜。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，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。你看屯子不再大呀，又深又帅又苏南。令你性情听可冇，老少爷们更话困。屯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感。朋友问又是有心吹呀，我令你饮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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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品同你的饮。
stamattina mi sono alzato. Oh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ciao ciao. Stamattina mi sono alzato e ho trovato l'invaso. Oh partigiano, portami via. Oh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ciao ciao. Partigiano, portami via, che mi sento.